一五四三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剪头发了。这是我们的家里，是今天是爸爸帮我剪头发，每次都是。全程录影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可以啊。你有没有那个隐私权？有啊。有啊、哦，还可以录影，可以播上网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啊、哦。有认识的红牌吗？有。哪一位？是秃头哎，秃头员，帅哥员，对，怎么秃头员？你不要给我笑。妈妈也不是秃头。很可爱的小猫咪呢，爸爸看一下怎么剪哦。刘海先短一点哈、啊。我们就剪刘海就好了，好不好？那是会剪光头吗？来。来，你那头不要动。对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零零五四三，突然出现。是属于矿主。好，漂亮。可爱。好，那剪刘海喽。妈妈喜欢短一点的刘海，对不对？看爸爸，看爸爸，看爸爸，看爸爸脚。下巴下来，下巴下来。对，好。不然这样头发会跑到嘴巴去了。下巴下去。坐好，坐好，对，坐好。下巴上。好，对，你看爸爸这里，对，这条路刚刚好，这样很可爱，刚刚好可以剪刘海啊、哦，知不知道？那喜欢这个秃头圆吗？喜欢。嗯，下次还要再找这个吗？好。要先预约哦，要两个星期前就要预约哦，好不好？不然反正他都没生意哦。你还可以刷卡，知不知道？我会去提升少刷卡。妈妈刷子给我，你自己刷对不对？完了，不会痒了。来看一下爸爸，来，哎，哦。要想香一个的，对不对？地上的给机器人扫就好了。嗯，对。机器人是我们人家理发店的小助手，对吗？嗯。啊？再短一点了、哦，我看有没有，眼睛闭上。这样就好了吧？可能我喜欢短，会是这个样子哦。
喜欢摘它就很可爱了。看它怎么？短一点比较可爱哦。来，这是喵喵的。没事啊，我喜欢这样子。好，不要动。你修一下刘海就好，好吧？等夏天再帮你剪短头发，好不好？我六十宝宝了。六十宝宝了。好，帅哥，有人跟你收钱的来。啊，我们剪头发要镶五个啊、哦。买五送一。好，我要找钱，我要找钱，找你三个来。嗯。所以你要找我三百。你要给我三百啊！三百，快点！你首要给我三百。一百、两百、三百，好。来来。那我给你六百。好。给你送。来，快点过来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小铃铛。那我先说拜拜。他要记得订阅我。